看看这个患者典型的就是肝郁气滞，所以他平时呢老是觉得情绪烦躁呀，胸闷呀，胸胁胀疼呀，失眠呀。但是这样的情况你要是去疏肝反而呢会大错特错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来看看它的舌象。第一呢，舌头胖大水滑太白腻，说明存在着什么呀？肾阳不足的情况。所以他平时还觉得怕冷啊，肢体沉重啊，精神差呀，容易感到困倦呀。那么第二，舌中凹陷裂纹，说明他还存在着什么呀？脾虚的情况。所以他平时会觉得腹胀啊，胃口差呀，难受呀，吃不下去饭呀。总的来说他的情况呢因为脾肾两虚所导致的。因为从五行来看呀，肝属木，脾属土，肾属水，肝木的生发呀需要脾肾水土调和才行。但是现在这个患者的情况呢，脾肾两虚。你想想在自然界当中，树木没有水和土的滋养，是不是就会出问题呀？长不高呀。那么同样的，脾肾出了问题，肝也会跟着出问题。所以说对于他的这个情况呀，就需要健脾益气，补肾温阳，同时呢疏肝理气才行。